没有啦，怎么可能每天累得要死？一周、一周两三天，大概三两三天吧。所以他没有什么欲望可言啊，所以我回家只没有，他没太大反应，因为我在家里很邋遢，对啊，我在家里都其实很邋遢，所以他没有什么欲望可言。每天都有吗？没有啦，怎么可能每天累得要死？一周两三天，大概。两三天吧，我不会。有在避，没有不要避。他有来帮我直播，我自己觉得我比较轻松一点。对，连我爸爸原本是觉得也不太认同，越来越认可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知道就是我很累，就是他帮我很多，刚好他很三八，就是也是三八型的，所以我觉得也是 OK。就是比如说我这一标要接下一标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喘口气。对。对，或者是上厕所，不然我之前都忍四个小时以上。哦哟，常常泌尿道发炎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把丢妹接回来，就是因为我就是离开一年，她的触及下降很多，所以我现在等于在救。停掉一年之后剩几千，我要救，其实我已经花几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有回到没有像当初那么巅峰时期，可是就是终于就是有100万以上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很蛮难的，所以现在你说收入，我是觉得就是我先把流量先救回来，对，就是先把客人眼球先吸回来，他们才会愿意投入。我只有过年休息，休比较久，大概10天至14天，可是我平就是我们一年是只有休过年，我都没在休的。那你回家不会不想家？对啊，所以我回家只。